1月12日讯，北京时间0:00，2019亚洲杯小组赛继续进行。在 C 组第二轮的第二场比赛中，吉尔吉斯斯坦0-1负于韩国。本场比赛中，李青龙和黄喜灿先后错失空门两记，黄一主更是连续两次命中门框，唯一一粒进球由后卫金文哉打进，取得两连胜后，韩国队也提前小组出线，并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与中国队竞争小组头名。此前的首轮比赛中，韩国队1-0小胜菲律宾，但是球队中场核心齐晨庸不幸受伤，将缺席一段时间。吉尔吉斯斯坦队首轮痛失好局，在领先的情况下被中国队逆转，出现重大失误的门将马提亚什随即失去了主力位置。上半场比赛开始后，韩国队创造出数次攻势，状态火热的前锋黄义柱无奈与进球失之交臂。第37分钟，吉尔吉斯斯坦队出现禁区防守混乱，李青龙面对空门近在咫尺的推射，竟然不可思议的高出门框，韩国队错失开场以来的最佳机会。第41分钟，洪哲主罚右侧角球至禁区前点，金文哉抢点甩头攻门，皮球弹地后窜入球网，0-1韩国队率先打破僵局。一边在战后伊斯拉伊洛夫的一次劲射，一次击中对方禁区内防守球员的手臂，主裁并未做出表示。比赛继续进行，第68分钟，黄义柱禁区中路接到队友传中后头球攻门，皮球击中横梁弹出，并未整体越过门线。5分钟后，黄义柱左侧接到队友传中后小角度劲射，皮球在飞行过程中稍稍碰到对方后卫，最终击中立柱弹出。第76分钟，韩国队再次利用边路传中撕开对手防线，但无人盯防的黄喜灿在面对空门的情况下再次把射门踢在横梁上，韩国队屡失良机。第79分钟，李荣在防守中抬脚过高侵犯对方主裁，果断向其出示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，这也是李荣在本届亚洲杯中连续第二场领到黄牌，他将因此停赛，错过小组赛最后一轮。最终韩国队一球小胜，最后一场将与中国队直接争夺小组头名。出场阵容：吉尔吉斯斯坦13卡迪尔别科夫，2基钦，3科祖巴耶夫，8基迪科夫，6-19-19卢克斯，9伯恩哈特，77-20多伊绍别科夫，10姆尔扎耶夫，11萨根巴耶夫，17塔哥，18日尔加尔贝克乌鲁，21穆萨别科夫，23伊斯拉伊洛夫，81七鲁斯塔诺夫韩国，1金城奎，2李荣，4金文哉，5郑佑荣，6黄仁范，11黄喜灿，13巨资哲，638朱世忠，14洪哲，17李青龙，18黄义柱，82九池东元，19金英权编辑。子君 DJ。